甚至受到客户的 PT100 的打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些焊头啊、电极选好，下面我来试焊一下，焊接效果，啊，拍过来了。然后引线放底下，脚放上面，对模卡到里面去，引脚放上面，带点倾斜，容易对位的，不要放正的，要偏到两个角锥就焊不上了，然后就放在中倾斜。好，我们踩一脚看看。OK， 好了，轻轻拉下来，有点紧，心某有点紧了，啊，现在焊的感觉是没有问题的，拉不掉了，再焊另外一个脚。同样的操作方法，点一下 ，OK， 啊，一个漂亮的 PT100焊好了。